儿，别走！<笑>看来当今皇上开阔宣地，你就该进京赶考才是。若得一官半职，也好炫耀本庭，为宗增光啊！儿早有打算，只是缺少应试判备。 有心想爹爹讨要，又恐母亲怪罪，爹爹生气。儿郎，你进京赶考，为父岂有生气之理？来来来，将为父记下三岁两教诲，好做路途盘费。儿郎，你且稍等。<笑> 爹爹，如来的。
大地之年，而要进京求取功名，明日就要启程，今日才来向母亲问安。啊、哦，你要去做官呐、啊？那好啊，但不知这一路上，待你可有盘缠呐、啊？哥哥，哦，是彩爹爹赐我纹银十两，一座富士盘费。哼，你家爹爹平日里善财难施，他岂能把银钱给你？莫非你又为娘做耍不成？哦，孩儿不敢，如若不信，母亲请看。沉甸甸的还不少呢。这哪是恁家爹爹的银子，这分明是老娘的私房提气钱。好啊，恁父子趁我不在家暗地偷来的。亏得你还是读书人，岂不丢尽了你们曹家之中当代的人了？母亲，孩儿不敢。咱小气好生，快活活进去。母亲。原来是兄弟你呀，不在家下到此作甚呐？等你呀、啊、等你呀、啊、赶快回去，免日母亲挂念。你歇一会儿就走，歇一会儿就走。哎，哥，那你一个人愁眉苦脸的往哪儿去了？哎，
只因大弟之念，我要进京求取功名。好事好事。那你带盘缠了没有？提起来倒也惭愧，是我去至上院见了咱家爹爹，赐我纹银十两。才给你十两？哎呀，太少了，恐怕不够用吧。不料迎着后门被咱家母亲看见，倒被他他又给你添了点啥啥都给夺去了啊。都给你夺回去了。哎呀，我说娘啊娘啊，你怎能偏心眼嘞？你把银子都夺回去，你将哥哥在路上喝西北风不成？我说哥呀，那你没有盘缠咋进京啊？为兄万般无奈，只有提杯卖诗，沿途乞讨，也要进京求取功名啊！吓唬吓唬，我就不信那北门瓦檐能掩活你进京。啥宝贝拿来叫我看看？兄弟，请看。哦，就张平这个掩活你进京啊？哎，待我一甩掉。兄弟，万万使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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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使不得，兄弟。兄弟，小兄弟这杯摔歪呀，一说是难还我曹宝山，看起来该我卢绝前程断。你别着急嘛，兄弟，我送给你盘缠钱。我说哥呀，这是我要回来的纹银五十两，给给给，都拿去。兄弟，兄弟，走走走。我说哥呀，你是诚心我闹别扭的是不是？哥，你放心，这万事有我，我也挨不了打，你也受不了牵连。该该该，你都拿上。兄弟，哎呀，我说哥呀，你看看你这一身穿戴，我要是主考大人呢，也不中你这个叫花子。哎，我说哥呀，我这衣裳啊，你也穿上啊。来来来来来，兄弟，哎呀，兄弟，来吧来吧。有一眉毛不成一套，干脆我这帽子啊，你也戴上吧。我的好兄弟。离家园，家中是你。
我回家园，严寒热泪把路干。哎，我说哥呀，你赶快赶路吧。去俺妈要是问我，仓外呀仓外呀，你要回来的银子哪里去了？呀，这银子嘛，哎呀，这咋办呢？呀，这咋办呢？哎呀，这咋办呢？哎，有了。你是问我这头上这个窟窿吗？啊，这谁给你打的？快给妈说说，我找他们出气去啊。这都是上你的当。苍娃啊，苍娃，这怎么怪起妈妈了？那谁叫你在外边放荡不叫俺哥哥去要，那偏偏叫我去要嘞？啥东西瞒他还瞒不过的，为啥叫他去？就是为这才坏事。这是怎么说嘞？妈，我要账走的时候，那谁叫你撵着我说，苍娃啊苍娃啊，你要账回来的时候千万多加小心，别叫歹人给你劫了。那妈妈不是怕吗？怕出有鬼羊出有神，你嘴上没流黄了，说了骚气话了，犯了咒神了。苍娃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说说吧。妈，我要账回来的时候走到那山半坡呀，哎哎呦，吓妈妈一跳。那是什么？哎呀，原来是一伙强盗啊，他们跑下山来，当地家伙把我打翻在地，他们说，赶快把银子放下，容你过去。你放下了没有？哎呀妈呀，你都没想想，那善财难施，我能轻易给他放下？我说，我没带银子。他们一听啊，把那刀唰啦一抽，照我这脖子上，咔嚓一下。哎呦，这可了得，苍娃，你快把银子给了他们，不就完事了？那谁说不是嘞？我怕我死了，妈，那以后你依靠谁嘞？谁说不是嘞？就这样，我把银子给了他们，那谁知道，抢银子的抢银子，脱衣裳的脱衣裳，不大一会儿把我弄得精精光光、利利亮亮，头也打上银子抢光，妈呀，我还不成死了好了？苍娃，苍娃，你可是不敢死啊！妈妈不怪罪你就是了啊！别哭啦，别哭了。你这都是吃你的亏了。好了好了，妈妈给你请个好先生给你治治啊。啊，不中。妈，那先生治不好我的病。先生治不好谁能治好？那你听我跟你说嘛。
在路上我遇上一个算命先生，他说我面带凶气定有灾星，我叫他给我占了一颗，卦里说你或你妈多灾多病，要想养伤离开家庭，先把灾多才能减安光啊。那你好好想想嘛，反正就在外面紧邻紧住。哎，如其不然，就到西寨下院你嫂子那儿去养吧。哦，西寨下院，咦，好好好好好，那就是外面紧邻紧住，一定能养好伤。妈，那我去了吃啥了？妈给你送。那我得好好保养保养。好，先送100斤米。100斤米，100斤面，100斤面，10斤油，10斤盐，再送200玄鸡蛋。好好好，妈给你送，给你送。妈，你可记住，赶快送去啊！记住了。那我走了啊！哎呦，我的头啊！哎呦！哎呀，我的头啊！真倒霉。开始吧。给你送去的东西为啥都叫你嫂子他们吃了？那俺哥不在家能叫他们娘们饿死？哼，把他们都饿死了，这一份家产不都归你了吗？啊，哎呦，我说你这个老太婆呀，你叫我说你啥好？咱娘俩来到人家曹家就应该好好跟人家过日子，你这老曹家这坏心眼了，你都不怕别人骂你骂我？我亏得你是我妈，你要不是啊，我照样骂你。哎呀，我的妈呀！我后来呆呆情一沉，你光想害人家的狗呆根，常言道害人如害己，全不怕别人捣蛋自己良心。说恁家爹爹有病，再过3天就是他的生日，到时候
老亲少眷都来了，你站在妈的跟前，人家看见了，这个说你是后娘带来的，人家那个说你是个带兜瓜。哎呀哎呀，你听了脸上也不高兴，妈听了心里看是个啥滋味呢？你说咋办呢？我有心叫你上你舅家去住上几天，生日过后啊你再回来。我不去。你为啥不去？我走了，俺嫂子跟金哥与你吃啥了？这个傻东西还惦记他嫂子那一窝子，一不走二不休，给他累个斩草除根。苍娃啊，苍娃，你这么一说妈我也有点不放心，去到下院把你嫂子他们接回来吧，一来也能帮助为娘伺候那家爹爹，二来到了寿日也能替为娘装个排场啊。妈，你说这是真的？当妈的还能跟儿子撒谎吗？那我去接他们来。好。哎，苍娃别忘了回来可到你舅家去啊。啊，我记住了，我去接他们来。好，我去接他们来。啥东西为父心事已去，病情减轻，对你破目言讲，就是为父不再踊跃了。是。
我家爹爹演讲病已减轻，不再用药了。哎，不要听信他的话，他是怕花钱舍不得吃药。告诉他说，吃了这碗药，保管药到处根。母亲言之有理。我是不再用药了啊。爹爹，母亲既然把药讲好，爹爹不用岂不辜负了他一片好意吗？哦，难得鹏儿回心转意，他一片好心哪。我的心难忍，爹爹，什么想啊？
胸膛，我的爹爹呀，我的爹爹呀，啊，我的老爹爹呀。给我老老实实地说了吧。人家出了啥事了？这么哭哭啼啼呢？哎呀，他三叔，这个贱人存心不良，药内下毒，将你家大哥给害死了。三叔，药是我婆婆递给我的，口出此言，岂不冤枉人也？这还了得！保证，快看看。好。民不怕情，七窍流血，这是中毒身亡，这是谁干的事儿？就是嘛，娶了个赵氏，又带来个唐王，这家产就得有人家一份，这一个人想独吞，那怎么能行呢？三叔，药是我婆婆递给我的，怎能是我下的毒啊？你胡说，你煎药，你端药，你亲手把药灌到你公公嘴里，你看像爹来。哎，赵啊，一定是你想独占家产，药内下毒，害死你公公。保证，你看这事咋办吧？人命关天，急需报官，你替证人。哎，张氏，随我走吧。走吧，走吧。
两，咦，五百两啊！我明白啦，明知草林是他害，怎奈他当堂送银钱。爸爸爸，看在这银子的份上，我没心断，你们下堂去吧。多谢大老爷。不动大姓两也不着，来呀，哟，与我攒量起来。
进城找妈去，你走。我这里埋怨上了糊涂的娘啊，你办事心狠毒，丧尽天良，打发我出门去，到酒家多闲话，你在家闹成的呀，一股啊汤。要进城了，可都不许哭了啊！来，拉着手，别叫你俩给挤丢了。走。哎，包子，卖包子嘞！二叔，我饿了。饿了？啊。那谁说不是饿了？咱再吃饭吧。那吃饭。啊。中，吃饭去。哎呀，那二叔连一个钱都没带，那吃个屁饭！那我饿呀。那咱们。你俩在这稍等，二叔想办法叫恁吃饭，中不中？中。啊。掌柜的来了。啊啊！啥玩意儿？吃点心儿啊。
我这两个孩子饿了，先叫他们在这吃饭，我到乡下办点事，马上就回来。好吧好吧，你请放心了。哎，金刚玉娘，你们就在这吃饭，别往别那去。等二叔回来。哎哎，谢谢了啊。好说好说，来吧来吧，进来吧。走，看嫂子去。听大人们说，看见你叫捡金子啊，我叫一声试试。金子，金子，金子，哎，是个小孩儿了。啊，金子，啥金子？金子，滚开！不对呀，叫金子应该是个女的，咋是个男的呀？是捡金子的男人叫捡舅啊，我叫一声试试。捡舅，捡舅，啥捡舅？捡舅，再搁这胡溜八朝抓起来你！怪了呀，他不叫捡金子，也不叫捡舅，我那是叫捡外爷。哎呀，越弄越岔气，干脆问问吧。那你不叫捡金子，也不叫捡舅，那你到底叫啥？我叫捡金族。哦，捡金族。开门开门。嘿嘿，这是你玩的地方？我有事儿啊。啥事儿？我来看嫂子的。你嫂子是谁呀？曹张氏。曹张氏，哦，是个死囚犯，今儿不能见。那明儿能见吧？那明儿不能见。那啥时候能见？那钱儿来了能见。那钱儿都过去了。钱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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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哦，他是想我要钱的呀。哎呀，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还有钱给你的。捡金子，捡金子。哎，你怎么又来了？我来的时候俺妈说给带上这几两碎银子啊，到那会儿见了捡金族先说好话，然后把这碎银子偷偷递给他。哎，别叫外人看见了啊。哎，好好好，来来来，赶快装钱，快点快点快点。嫂子，嫂子，站住！你是想把捡头老爷叫出来打我的板子？蹲那儿，蹲那儿。曹长史下监来呀！错打了好人了你。
天回家转，进门不见一个人，两个孩子在屋内哭，才带着他们心痒心，我好心好意来看你，你二话不说就是那二八龙。嫂子，你只要不怕冤枉好人，你就大了，你就大了。兄弟，怪嫂嫂也是错喽，冤枉了你，还望二弟不要见怪。我不怪你，那谁叫我休下那个糊涂的妈呀？兄弟，咱那一双儿女现在何处？他们饿了，我叫他们去饭馆里吃饭去了。多谢二弟关照。嫂子，这到底是咋回事？咋弄成这个样子啊？好心的二弟啊！嫂子，你坐，你坐。去。
都记住了。给嫂嫂留下一条口袋根，儿女若念，叔嫂牵，把嫂嫂嘱托。要记在心。原来是这回事啊，嫂子，你光说叫我回去照看两个孩子哩，你在监里压着两个孩子，整天哭着要妈，我到那儿再给他弄个妈来。没这样吧，嫂子，我替你做监，你出去照看两个孩子，中不中？我的傻兄弟呀，这做监哪会有顶替？那咋办呢？好了好了，你那废话还不少嘞。我一点废话没说，我说到办到。兄弟，少是把两个孩子领来，让他们见我一面。我记住了，嫂子。兄弟，走走走，兄弟，嫂子，你给我出去！你人儿不大，你这心眼儿还不少嘞。说不定啊，我还是你个常住户嘞。好了，嫂子也见到了。不免到饭铺里把两个孩子领来见见他妈。不中啊，那两个孩子见了他妈哭着要是不走，哎呀，这咋办呢？我找县官说理去。对，找县官说理去。好家伙，这么大呀！听大人们说，只要一喊冤枉，一敲打他这堂鼓，大老爷就坐堂啊。我先敲打他这堂鼓。冤枉啊！冤枉啊！带机关人上堂，机关人上堂。跪下！见过大老爷。原来是个小孩啊，像是看过人招式不周，推他。别慌别慌，我还有冤枉啊。我哦，你小小年纪有什么冤枉啊？你姓什么？我叫个苍娃。老家伙，你姓什么？我姓曹，也姓张。我叫个曹，张苍。胡说，姓张就是姓张，姓曹就是姓曹，一个人咋会两个姓？我本来姓张，俺爹死了，俺妈又嫁个姓曹的了，因此我叫曹张苍。咦，哎呀，你笑啥了？我看也不算啥丢人。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小小年纪有什么冤枉啊？不是我有冤枉，俺嫂子有冤枉。你嫂子？你嫂子是谁呀？曹张氏。哦，可是害死公爹那个曹张氏？正是。哎，他一招人谋害事实，他还有什么冤枉啊？他是心口胡说，俺爹是我害的，咋是他害？你为啥要害呀？我怕俺哥嫂分走家产，因此我约你下毒，把俺后老大给约死。把这个赃栽到俺嫂子身上，这一份家产不都成了我的了吗？那他为啥要招人呢？哎呀，大老爷，你才不知道呢！他在家里，一没有吃，二没有住，压门碰上这个事儿，他一招人呢，吃的也有了，住的也有了。哎呀，大老爷，他净等着养老的。大老爷，这一回你可算上他的当了。原来如此，来呀，哟，带曹掌人上堂。是。曹张苍，有
我可是差人去替你嫂子了，你要是个蛮哄本县，小心我打你的屁股。我要是蛮哄你了，你咋着都行。为了躲清闲，瞒着大老爷说是你害的，你可怪没？兄弟，这大堂之上可不是儿戏的呀！哎，大老爷，你看他还拉我的衣裳襟了，还想叫我瞒哄你了，大老爷。兄弟，这万万使不得！你，大老爷，你看他还我使眼色了，奇怪呀！多少人命案，没见我执着当囚犯，是这样真假那分辨，分现我好像蒙在鼓里边，这人到底是那俩谁害的呀？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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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别吵，不吵就不吵。哎，大老爷，他说是他害的，哎，你问问他，他是用的啥毒药？哎，对呀，曹长师，你说是你害的，你用的是啥毒药呀？这，哎，看看看看看，说不上来了吧？我看呐，这官司啊，在这审不清，问不明，干脆。嫂子，咱到州里去打去，走走走走。拦住拦住，走走快拦住！曹长师本不是杀人犯，怎知我使的有黑钱？曹长堂要到州里告，叫上司知道了可骂缠，糊里糊涂落了案，把长堂上刑。押金监，来，有把张氏的刑具去掉，给张仓带上，收监。是。大老爷，如此断案，大大不公啊！胡说，公也如此，不公也如此，退他。嫂子，你光说受委屈了，你在监里压着两个孩子，整天哭着要骂，那三个人受委屈啊！我坐监是一个人，拿我一个人换那三个人，还有啥赔本的事儿？你别慌，别慌嘛！嫂子，你赶快回去照看两个孩子吧，两个孩子在十字街悦来饭馆等着的，你别忘了哇！走吧你，你嫂子，兄弟。走，快走！
哦，原来是二位上差，倒是何事呢？巡按大人在洛阳下马，有文书到来，命我二人提携曹长仓前往洛阳复审，提牌一面，你且收下。请吧。我嫂嫂又来送饭，这今天可把他心血掏干。金主大爷，我家嫂子在哪里呀？曹长仓给你道喜呀。你别拿我开心了，我还有啥喜事呢？哈哈，你是不知道，上司有令，要提携你们这些死囚案件到洛阳复审。这一复审呐，哎，你都要升迁了。你算了吧，我又不会腾云驾雾，咋会升迁嘞？真是，小孩家没打过官司，这升迁。就是要绞死你了，啊！这一曲是肉包子打狗，永不回头了。哎呀，我的天哪！别哭了，妈，这一回你可把心操到头了吧？是啊，妈把家产花尽，两眼苦干，也救不出来我儿。算了吧，今天咱娘俩一别，恐怕再也见不上面了。啊，妈，你过来。我跟你说几句知心话。好，说吧。向后。苍儿，我一个狠心的奴才，到如今亲生儿子也断情分。碰
还有多远呢？20里。哎呀，我的妈呀！穷他家，我要进鬼门关呐、啊！我实在不愿再往前赶，能耽误一天我多活一天。哎劫车大爷，我这一阵两眼发黑，肚里发呕，我实在走不动了，咱就在这儿歇一会儿吧。不行，我看你的小孩光想磨蹭时间，快走。哎，我说伙计，我看咱歇会儿就歇会儿吧，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咱哥俩到洛阳交不上差，那可就抓瞎了。哎，我看你的小孩真调皮，呸！我打你！啥啥啥啥啥？啊，你打我？那好啊，给给给给，打吧！我看你把我打死，到洛阳你咋交差？哎，我说伙计，我看咱还是歇一会儿吧。他万一真死到这半路上，那可是……好，歇会儿就歇会儿。哎，歇会儿啊！你咋不打了？嗯。你咋不打了？兄弟，兄弟，嫂子，兄弟。囚犯不去外人近前，快走！兄弟，兄弟！嫂子，哎呀，劫差大爷，他是我家嫂子哩，你都没看他跑得披头散发哩，还不是想过说几句离别的话？哎呀，我是快死的人呐，何必认认真嘞？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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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哎呀！我憋了一肚子要说的话，你要是不叫我往外倒倒，这一会儿要把我给憋死了。哎哎，伙计伙计，哎呀，兄弟兄弟，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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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说话。兄弟醒来，兄弟醒来。指望你照看好两个孩子，谁知道你把他两个人撇下不管呢？万一要是在路上叫狼给吃了，我哥哥回来，你拿什么交差呀？
嫂子，你咋不叫我去？有赖了，有赖了，兄弟。哎呦，你这是个真闲事啊！兄弟，你要保重了。嫂子。
在立儿王湖是带立儿王湖好王湖今日将你出战有何话讲无话可讲立儿县官可曾错判于你不送错判王大人那也就开刀问斩啊登封县曹家湾来有代曹张苍是曹张苍哟我来问你你冤内下毒害死你父罪该问斩有何话言我是自愿投案的有啥说来啥就啥了吧怎么你是自愿投案的正是来有去行是好张苍哟我来问你你既将你父害死又有你家嫂嫂的命你就该远走高飞为何自来投案是何道理大老爷你是不知道啊俺嫂子在监里压着两个孩子整天哭着要骂我不去投案我有啥办法嘞哦如此说来这杀人凶手莫非是你家嫂嫂不是的不是的大老爷你是不知道啊这里的事还通多着的呀哦看来冤情重大一时难以明白来有两枪退下是想清事你要仔细讲来哎哎我的大老爷
你问做在茶园，我把这啊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曲曲弯弯星星点点一点不留一起往外端，我的家住说一遍，倒叫我堂儿做了难，丢下了。
双儿女不认官，咱得就把哥哥讨个三千子，好像我爷爷奶我一路到下公堂去喊冤就说，后来是我还替我嫂嫂做了奸，我只是倒在洛阳就认真，今生今世难明难，想不到大老爷将我问一肚子苦水倒戈问我的大老爷呀，是你家兄长，兄弟，怎么，你是我家哥哥？是你哥哥。啊，你做官了？为兄做官了。兄弟，我作奸了。兄弟，请听。那我还死不死了？为兄报你一身无事。兄弟，只要哥哥报我一身无事。那我就死不了了。你家嫂嫂现在哪里？来了，准备买戏卷我卖我嘞。带我去迎。看你那么成神劲，那几天没见俺嫂子就那么不成器。哎，咱那一双儿女可曾来到？来了。带我传令去接。哎，你那令箭不行，还得我去给你接。好。随兄下边更换衣服再去。不换吧，刚才还是个死囚，现在换上一身新衣裳，看着不顺眼。哥，就这一身，照样办事。哎，好兄弟，我去找儿女和嫂嫂，管王儿女多操劳，在茶园等候我几早。来审问，得人呐！哎，
俺嫂子买戏准备卷我买我的，咋这个时候还不来呀、啊？来，对，等他来到法场，我吓他一跳。Thank you.
受不了了。嫂子，嫂子，嫂子！啊，兄弟，兄弟！想不到你这样不是玩。嫂子，你可真胆小啊你！兄弟，莫非你没有死吗？看看看看，死了还跟你开玩笑呢。当真没有死？当真没有死。果然没有死，果然没有死。那，你让嫂嫂我摸上一摸吧。耶，他还老认真呢，还摸一摸呢。给摸吧。啊、兄弟。嫂子，来摸吧。嫂子，我不吓你，来摸吧。看看，没有死吧？我这手啊，还热乎乎的呀。兄弟呀！我没有死，你哭个啥？兄弟，你是如何得救？嫂子，你猜猜我碰上谁了？你碰上哪个？我碰上，我碰上，我碰上你那个相好的俺家哥哥了。怎么，是你家兄长？俺哥做官了。我却不信。我知道你都不信，干脆把我那衣裳穿上一看，他就信了。嫂子，你在这稍待，稍待。嫂子，你看，信了吧？这一回我可成了曹二爷了。气笑了，二弟，咱们找他去吧。嗨。我就是替哥哥来接夫人喽。如此，二弟带路。哎，嫂子，哎，走走走。二弟人义真可表，差一点脖子也一刀。二弟带路怕他扎。嫂子，你在这稍等，带二弟给你通禀一声啊。有请大哥。兄弟。